各位同学，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 TFT 的环状玄机，然后这个 circular convolution 跟之前我们提到的 linear convolution 基本上它的做法有点不一样，只是在这边所看到的 circular convolution， 我们看到讯号基本上它会是一个像一个环状的方式一直循环，好，跟之前 linear 方式它是整个时间轴这样摊开是不太一样的，但是基本上它在运算上有一些类似之处。我相信各位在第三单元学到或第二单元学到的一些基本的技巧，我想在这个单元在这个 part 当中也可以马上用到，也会觉得非常的简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什么是 circular convolution。首先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环状偏移。好，那这个环状偏移跟之前我们讲的那个 shift 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回想我们之前提到的 sp of n 基本上是表示成这样，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 dft 点经过 inverse 之后我们可以还原成 sp， 对不对？所以 sp 基本上是把 s of n 做一个 shift， 然后全部加起来。好，那之后发现到说，如果我们把这 sp 如果做一个时间偏移的话，也就是说 sp of n 减 k， 就把 sp 的讯号做一个时间的偏移，让它做一个位移。好，那可以得到这个式子。那这式子发现到说，什么情况呢？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定义成这个位移完之后的式子，好，叫做 s prime of n， s prime of n， 好，这 s prime of n 也就是 sp。of n sp prime of n 这东西，那我们来看偏移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发生？因为我们知道 sp 是这个原本这个式子，那这个也就是说把 s of n 做一个 s of n 减 l n 这样全部加总的结果，那做偏移之后会变成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这叫环状偏移。那环状偏移它的有什么样的特性？我们来看一下图上面的是原本的 s of n， 那第二个图形是代表我们的 sp of n， 那 sp of n 就是把S of n 怎么样，然后位移一个 n 点、两个 n 点、三个 n 点，然后全部加起来得到下面的图形。假设你把 sp of n 做两个时间单位的位移，也就是 sp of n 减2的话，发现到说，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取一个0到3的时间点，就是也就是图上看到框框的部分，发现到说当你把 sp 做时间位移两个时间点，发现说，那些在框框里面的值，也就是单位时间0到3那个范围内的值的讯号，都是组成成分都是什么？都是1234在跑。甚至各位可以再进一步发现到，原来它怎么样？当我原本 sp 有分往后面移两个时间点，等于说后面两个讯号值是3跟4，再往后面移，居然转到前面来，也就转到我们 sp of n 减2前面的两个点3跟4。好，所以得到我们的 S prime of n 就是怎么样，得到新的结果，也就是说当你位移的时候它后面点会转到前面来，那这样的概念就是怎么样，有点像环状的感觉，就是把原本的讯号1234这样讯号，它不管怎么样偏移，怎么样的在时间轴这样做 shift， 它会只会在这个圈圈里面绕，等于说后面转出去又转回前面来，都是这个四个点在绕。好，所以这叫做环状偏移的概念，这样 shift 一直在圆圈上面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既然环状偏移的概念，我们就可以定一个 modulo，modulo 的 n 的意思就是定义成我们的 s prime of n， 基本上定义成 s of n 减 k modulo n 的意思。那举个例子来说，当 k 等于2跟 n 等于4的时候，我们的 s prime 0基本上它是不是等于定义成我们的 n 减 k 嘛，那 n 当然就是0嘛，对不对？0减那 k 是2嘛，所以0减2那就等于负2。那等于说 s of 负2怎么办？是什么东西？它是 module 的4。那 module 的4它基本上怎么样？所谓 module 的意思，我们这边要提到 module 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个值啊加上一个 n 大 n 的值，也就是说 s of 负2 module 的4就变成怎么样 ？s of 负2加4就是 s of 2。那 s prime of 1一样是怎么样？等于 s of 负一嘛 ，module 的四，那等于它加上4就是 s 3，所以这边看到了我原本的有没有 s prime 2就等于原本的 s of 0，那 s prime 3就等于 s of 1，那 s prime 0就等于 s of 2，那 s prime 1就等于 s prime 3。好，所以提到这个环状的这个偏移，我们来看说这个环状的偶对称。
环状偶对称就是说 S of n 减 n 等于 S of n， 好，就跟之前的 even function 跟 odd function 是一样，也就是说 S of 4减1等于 S of 1，那4减2等于 S of 2， 那4减3等于 F of 3， 这样的概念。那环状基对称呢，就是我 S of n 减 n 就等于负的 S of n， 只是多一个负的，好，只是多一个负的。好，那这边我们来看环状选基，好，就是 circular convolution， 那跟之前的 linear convolution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首先我们知道之前的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两个讯号，分别 S1of n 跟 S2 of n， 再到 S1 of k 跟 S2 of k，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对 S1 跟 S2 做 convolution， 然后得到结果，我们透过 n 点的 DFT， 我们可以得到 S1 of k 乘上 S2 of k 这样的结果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，但是这样等于说在 title 面上我们怎么来计算说，哈，既然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性质，在 title 面我们的环状选基要怎么计算？我们首先定义 S3 of n， 那 S3 of n 就等于怎么样，就前面那页所看到的 S2 跟 S1 相乘的结果是在频谱上得到的结果是 S3 of k 嘛，那 S3 of k 基本上透过的 inverse 好 DFT 就可以得到 S3 of n， 那我们现在透过这样的 inverse DFT S3 of n 来推导说到底在 title 面上 S1n 跟 S2n 跟 S3 of n 之间是什么关系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把 S3 of k 换成 S1 k 乘上 S2 k， 好，这边只做这样的变换。那这时候 S1 k 跟 S2 k 怎么样？把它换成 DFT 的式子。通过这样式子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到底 S3 of n 跟 S1 n 跟 S2 n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通过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就可以去推导说，哦，到底我们 S3n 跟 S1 跟 S2n 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那从上面式我们继续推导，所以我们把 S3 of k 换成 S1k 跟 S2k， 那 S1k 分别可以用 DFT 的公式来表示嘛，就是图上看到这个式子。好，这个式子我们把后面的 exponential 这边做一个整理，把它聚集在一起，得到这个式子。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说，这边看到一个 sigma 的符号，就这个符号。好，这符号答案等于多少呢？我们这边做个讨论。我们知道说，一个 sigma k 从0到 n 减1 a 的 k 次方的和，基本上得到这两个结果。当 a 等于1的时候，这个和的结果是 n； 当 k 不等于1的结果是这个结果。好，那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，我们把 a 定义成 exponential 这个东西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让这个 summation 的结果，对不对？等于 n 的话，也就是说 a 要等于1，也就是说这个 exponential 要等于1。那这 exponential 要等于1，也就是说我们的 m 减 n 减 l 是怎么样？是派的整数倍，因为分母是派嘛，就能约掉。约掉怎么样？我们这个 exponential 结果才会等于是一。那从这样的结果 ，m 减 n 减 l 是 n 的整数倍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l 等于什么 ？m 减 n 加减 p n， 也就是说我们 l 等于什么呀 ？m 加 n modulo n 的意思，因为加减Pn 就是 module 的意思。好 ，module 的意思是说，当你是负的，就加一个 n； 当你超过一个 n， 就把一个 n 减下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，l 就等于是 m 加 n 的 module 的 n 的意思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有原本的积分的式子，我们就可以，我们 sigma 式子就可以发现到说，哦，是这样的关系。那至于说，如果不是 module 的 l， 如果不是那个 case 的话，当什么情况？当如果是零的情况的话，我们发现到说 a 分子部分一减 a 的 n 次方，那 a 是这个 exponential， 那这个 exponential 的 n 次方就是等于一嘛，所以就会等于零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发现到说 s3 of m 等于什么呀？这个东西有没有？因为刚才讲过，这个整个 sigma 的答案是 n 嘛，那这个 n 跟前面的这个 n 分之一约掉，也就是说我们 s3 of m 等于这个式子。好，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。这个 L 必须怎么样 ？M 减 N 的 module 的 N，M 减 N 的 module 的 N，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了环状选基，也就是说我们 S1 跟 S2， 它基本上在 title 面上面好的结果是怎样？透过这样选基方式才能得到 S3 of N 的结果。好，这边是就是我们环状选基的证明。好，这边有个例子，我有两个讯号 S1 跟 S2。那我 S1 跟 S2 他们的透过 n 点的 DFT 可以得到新的结果，
好，那这边提到说我们的环状险选基也可以用这样的符号表示，好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怎么来做呢？做法一样， S1 的讯号是2121，那 S2 的讯号是1234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要做circular convolution， 我们是要怎么样先把 S2 先做一个 folding， 得到 S2 好负 n 这样的东西，还 module 4。所以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轴，那时间轴怎么样就把4跟2交换，1跟3因为是对称的嘛，所以怎么样基本上是把4跟2交换，得到这个 S2 好负 n 的 module 4的结果。那接下来怎么样，我们要把这个2乘上1得到2乘1，1乘上4得到这个结果，2乘3得到这个结果，1乘2得到这个结果，全部加起来得到 S3 of 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怎么算 S3 of 1呢？就是把 S2 of 负 n module 4怎么样位移一个单位。好，等于说 S2 of 1减 n module 4。那 module 4位移一个单位怎么样，就是把原本的讯号怎么样逆时钟方向，好，记住逆时钟方向旋转，得到了2143的结果。接下来同样概念，这些跟 S1 of n 相乘，那么相乘结果就是右边看到的结果，最后怎么样把这些结果全部加起来，就可以得到 S3 of 1就是16。那以此类推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 circular convolution 的结果求出来，答案就是这个数列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这个 part 我们谈到的我们的 circular convolution，各位一定很跟之前我们谈到的 linear convolution 有一些异曲同工的方式吧，只是差别在于说我们在做 circular convolution 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一个圈圈的方式，所以信号一直会怎么样在圈圈方式一直做旋转。同时我们也介绍了为什么我们在之前我们在介绍 linear convolution 的时候，那但是在我们在我们做 DFT 的时候，我们变成了 circular convolution， 我们介绍它的基本的原理，为什么我们说S1 跟 S2 of n， OK， 在 DFT 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用 circular convolution 来实现。好，那我们下个单元要介绍 DFT 的一些性质，那这些性质我们来看看也包含了之前讲的线性啊周期性等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去吧。